跟婷婷姐姐学三字经，我看谁背的速度更快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窦燕山，有一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教不严，师之惰，子不学，非所宜，幼不学，老何为？愚不拙，不成器，人不学，不知义，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惜礼义，向九龄，能温习，孝与亲，所当知，容四岁，能让梨，体育长，亦先知。孝悌，字见闻，智谋书。